是你让长空把我骗过来的，若不这样，你也不肯见我呀。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反正两天后就分道扬镳了。你真的不肯原谅我吗？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过了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听我说吧。 我误入了玉清竹设下的障碍，大哥为了救我被伤头蛇咬伤，全身中毒，下肢瘫痪，只剩下10年的寿命。那他不是明年就？找穴昙花是为了救你哥哥，可你身上的寒毒，你在关心我？ 我就随口一提，只要我不动用内力，就不会有事。可你前几次偶尔发作几次，但不会致命。萌萌，我知道你在气我骗你。换作是我，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由不得我。所以，你一边扮演一个荒唐皇子。 一边作为云雅，云游四海，维护江湖。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想骗的人，因为你是我充满责任的人生之中唯一的私心。 当你真心的告诉我想要治好我时，从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有了为自己活着的念头。这一生，唯一最想要的，只有你。若我是慕容晨。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宠你，爱你，给你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最好的，开开心心地跟你在一起过一辈子。若我是云雅，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，浪迹天涯，行侠仗义。可我。 既是慕容晨，又是云雅，别这样，我爱你。